真的哦，好，谢谢。伟真议员，谢谢。伟真，我们让。一方面，议员请息怒了哈。那我的逻辑是我尽量每个议员都点到一些内容，不过我毕竟还是可以选择我要讲的话嘛。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我不会跟你在那边演这个。我认真讲句实在话，这么多媒体在旁边，我有需要去诋毁你的人格吗？如果你对于某些事情你感到不舒服，你认为是在你身上，在这边做，我没有意见。只有一页的报告，我们需要的数据都没有。就算我想推，这是一个好的政策，我想帮你推，我怎么推？还是你认为说我们说的话只有哦这个部分的人，他的话比较，他的质量比较够，比较有资格来针对谢国梁市长提出建议。我们这边的人讲话，对不起，人微言轻。